我已经来了。哎呀，黄师傅，傲您多时了，请。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，请请坐，请。黄师傅，我知道您喜欢喝核桃酒，看。 我照某给您准备了这么多的核桃酒，先干为敬。嗯，好，黄某初来京城，没机会拜会各位武术界同仁，我这杯酒就当做敬拜各位武术界英雄好汉。哦，请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是什么酒？ 哼，黄飞鸿，我请你父子二人，你却只来一个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还故意用酒弄伤我的兄弟，你他妈这是诚心侮辱我赵天霸！哼，你伤我父亲，飞鸿只身赴宴，面子是给你了。这里是天子脚下，王法当前，我要抓你去衙门。黄飞鸿，你今儿上来的时候已经断了后路了，我看你一代权势。 今天摆在这核桃酒，就是送你归西的。不必多礼。所谓礼多人见外，你不必这么客气。哈哈，那就不客气，翻脸吧！不止翻脸，还翻台！哼，我不许你翻台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见真章吧！ 一定！不！嘿！啊！嘿！油！对，是我大平号的油，力从地起，你马步都站不稳，我看你怎么是无影脚，去死吧！ 啊！喂，你还没死呢！胡师傅啊！呀！滚开！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干嘛呀？
好啊，过呀！这么冷。飞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追！啊，哪儿跑？饶了我吧，您饶了我吧！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您大人要大量的，就饶了我吧！瞧你的怂样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他会功夫，小心啊！我，哥，你这么教训我啊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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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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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追吧。好，您都忍了，我还能不忍吗？